嗨，大家好，又到阿美来做菜的时间了。现在我不打算做，现在啦，我不打算再做料理。我想要来做碰糖，因为最近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有人在做碰糖这个制作方式啦。我看了手痒痒的，我想也来试做看看，看会不会成功。我来试做三个好了，看它成功的几率有几成。就是它的材料就是那个嘛，有二沙啦哈，然后还有那个黑糖嘛，水啊，还有那个一点点的苏打粉。好，那就是我来开始调，然后就是用一大匙的二沙哈，放在这个汤，应该是汤勺里面，然后差不多半匙的黑糖哈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，就是来做润，把它有一点湿就好了，好，应该做，这样就这样很简单。那我来开火，我来做做看，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。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场我不确定。然后用这个应该叫什么？搅拌棒。搅拌棒，我去把它搅，就是要把这个融合在一起，把那个二沙和那个黑糖，我们把它搅拌融合。这个是现场直播的，成功就成功，失败就失败。你绝不作假。因为看很多人在做，我觉得好像很好玩，我想也来试试看。这东西好像在台南流行，在台北都没有人在做碰糖。对。我如果做熟了以后，我在这个台北的夜市，我也来摆一摊好了。真的？有人会捧场吗？你先把练好吧。还有观光客的地方，我也来摆一摊。你好忙哦。如果还有大泡泡，应该是还有水汽。对。水汽要做到没有，还有等到没有大气泡的时候，就要来看一看这个滴下来的状况。搅到花白，好了，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不确定。有花，但是很丑。有花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花，但是很丑。我至少它是发了。对，有发的。赶快再做一个，好玩。这个是有花，但是太丑了，还不能商业化，所以这个有待加强。那再挑战第二个吧。你刚才黑糖放太多了。
有放很多吗？有，太多了。还是太多。嗯。三次的机会，这个汤勺不是很大，小小的，所以做起来就算成功也应该不会很大。对，现在大气泡出来了，然后要煮到大气泡没有，好大的气泡。对啊，那个都是空水蒸气。还有很多水。对。是有花了，不过这个叫做 NG 蛋糕，可能那个下的时候那个这一锅是热水，要好好把这个糖浆弄下来。好，我们再做第三个，第三个要做漂亮一点了。怎么那么丑？
现场都做都会太紧张。到最后要签丝的时候、要把整个拿回去烤热一点再拿出来、你准备要拿走的时候瞬间要加热，对，不然你拿回来一直降温啊，而且你这地上都是水湿湿的、所以不行，对啊，一碰到那里就降温。这个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三个来看一下。都好丑哦。哦，都有成功，都有花，有龟裂，都有龟裂，有花。卖相不佳。只是卖相不佳而已啦。那这样算成功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挑战算是成功。哎，对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啊。对，很好玩。对，然后我都做比较小个，比较可爱。对，然后不用一次吃太多，因为这是很甜，很甜。嗯，对，我就是觉得做很好玩啦。嗯，吃是不能多吃的，太甜了。对啊，真的很好玩，可以试试看，在家里就可以练习做。对，材料费不用多少钱。对呀、一匙大匙二砂，然后再配个黑糖，我想成本搞不好不用几块钱啊。对啊。啊，去那个台南买，一个都好几十块。对。好，就成功的凤糖大挑战。哦，这叫成功吗？成功。好，谢谢。喜欢我的频道要记得订阅哦。并将它分享出去，也请给我按一个赞，谢谢啦，拜拜，拜拜。